哦，各位，现在刚好8点整啦、啊。哦，我今天游好久，我今天把整个仙村水库绕了一遍，完整的绕了一遍。啊，今天是台风天，可是我游起来特别爽。你看、啊，我已经游了，我今天游了6000呐、啊，超过6000呐、啊。啊，然后呢，神奇的是，我的这个 MP3 播放器，它居然还有电，还在放，厉害了吧？厉害啦、啊！这我在拼多多买的、啊、真的很棒啊，给他按赞 OK。 好，我现在有一次给大家看啊，啊，棒了，来，先从足起，把它降下来。降下来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哦，最后停在6137米，我们把它停下来。OK， 今天有这样一个轨迹啊。整个仙村水库整个都游遍啦、啊。啊，自由泳。啊，总共划了3673下，平均每分钟划18次，平均划水距离是 1.67 米。OK， 总共消耗快要1000千卡啦 ,OK。好啦，今天游得很开心啦，游了6000多米，创纪录啦啊。啊，给大家再看一下啦。翘牌仙童出行啊，仙童游仙来，翘牌仙童出行，来看一下 ，OK， 背后也看一下啊 ，OK， 仙童游仙村水库，跟我一起低碳生活，每个人都做得到啊，学习低碳饮食、低碳出行，然后学习这个低碳的鱼式太极游泳 ，OK， 好，跟我一起来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